右转过以后，不要转过来，奔跑追逐步 ，one and two three， 奔跑追逐步以后就是刚才学的，向右边的 fall away， 向右边的 fall away， 然后双右旋转，到了这里，短线就跳完了。练习框架，两个人分开跳自己 one and two three。练习框架，两个人分开跳自己 one and two three。one and two three。转弯被换，回头进转。one and two three。One and two, three. 转换后背换，回头进转。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有一个头位的转换。一，现在 and 二回头，然后推动重心到高位，头不变。然后当脚收回去做撇转的时候，再把头送到左边去，结束。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有一个头位的转换。一。现在 N 二回头，然后推动重心到高位，头不变。然后当脚收回去做撇转的时候，再把头送到左边去，结束。对着外面，然后把胯位先回到一起。现在是我男士也要动了，我的胯位中断，回到 B 式位，刚才是。fold 并退位置，现在是两个右侧要对在一起，然后再去做撇转。好，双右旋转，我男士做跟转，所以我要先出来，让女士从我的右侧过去，女士呢超越我去做轴转，她在做轴转的时候，我又向前跳，她超越她，在一起过下来做撇转，跟转。对，女士们呢做掌转、轴转。男士们做向前交叉两步，左右各向前一步，左右做一个交叉向前，同时要反身，要反身位置，好。然后左脚跟左肩一起向前做右撇转，落下来，结束了。好，再来一次双右旋转啊，重心推到后脚，重心要落向左跟，但是膝盖不要再弯曲了。哇，下面的脚掌迅速抬起来，这个脚收回来，并脚做跟转，转过来了以后，右左脚向前，右脚向前，各一步，同时进入反身位置，左右进入反身位置，然后左肩左胸现在已经向前了，用左脚来找到左肩左胸的方向，做右边的撇转，右撇转，结束，向右。撇转，我跟转，交叉撇转。